哎，各位，来的怎么样？好，哎呀，咱们这是跳得了尖子，小踢的来得早，赚多少钱？这个时候了，是吗？嘿，真够意思啊！来，大伙来，哎，好嘞。小李子，哎，看合适的冰丝家卖煎饼的，是吗？我去看看。哎，那好啊，哎，哎，来啊，来啊，脆香可口，哎，哎，老太太，哎，你的鸡蛋多少钱一斤？1.4一斤。新鲜吗？新鲜，我看看，哎。哎，你这鸡蛋还挺好的，给我称一斤吧。不贵。哎，你怎么？嗯？哎，我说老太太啊，瞧见我们厂布告了吗？严谨在厂门口摆设摊贩，走走走走走，让我待这儿吧。你少废话，走走走走，我这儿不碍事儿啊。啊，让他在这儿吧。有人想吃鸡蛋煎饼，对咱买卖有好处。啊，好嘞，好了，你就跟着了啊！哎，快来买，快来尝，倍儿倍儿香的，滚热的煎饼果子啊，一套便宜20分钱。哎，思佳，喊一大早吃了，肚子都饿了，你给咱们摊俩带鸡蛋的啊，趁着现在人少，你先吃这个吧，我得抓紧，一会儿不够卖了。好嘞。应该拿点那个，对了，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。什么？眼镜摘了，帽子戴上，别一副要打架的样。好嘞。哎，快来买，快来尝，脆香可口，一套便宜2分钱。啊，得了，别看了，够胆大包天的，这小子什么怪事他都敢干。来来来，哎，你要几个？你卖不少钱吧？哎，厂里不发奖金了，就得靠自己捞外快。你们这样做，厂里同意吗？不同意又怎么样？谁管谁呀？就得靠钱书记做动员，向前看，不捞白不捞，不赚白不赚。哎，这得有执照吧？有啊，瞧见没有？我爸爸的执照，商业部门批的。上班挣工资，下班做买卖。你这不是吃两面吗？你小子有本事吃八面也可以啊，这叫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农民兄弟可以进城贩卖土特产，咱工人老大哥也就跟着小的溜达卖点手艺呗。说的倒挺轻松。哼，不像话，这么干不乱了套了吗？去你妈的，不这么干就不乱套了啊！你不买滚开，别他妈在这挡道。哎，你怎么骂人？我骂你了。好啊，你不讲理还骂人，你怎么着？可是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妈的，来来来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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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搬倒啊。好嘞，接着。先卖给我。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今天要向听众介绍的新闻有：扩大企业自主权，执行经济体制改革。小朱，停一下，请看。是爸爸。哎，哪儿弄的摩托？是他的。哦，这是杨贝贝。祝伯伯。哦，我们到郊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。哦。小心你自己，别净吸些二氧化碳。爸爸，看您说的。你爸爸可真严肃。他呀，就会整天盯着我。他那个钢厂亏损的都快发不下工资了，他也没辙。走。哎呀，油不够了，
忘了找你爸爸的司机要点了。别说要，就是借，他也得撸咱一顿。走吧。走。田队长啊，运输队的人怎么在那卖上煎饼了？你不去看看去？嗯、在那边呢。不看，不看，不看。看。哎，齐刚，哎，自家卖煎饼的，去捧捧场。好嘞，要二十套，中午吃。哎，我没东西呢，你回去给我找个塑料袋，大一点的，要备好啊。朱书记，前面过不去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买啊！哎，怎样？朱书记来了。好啊。哎，煎饼果子，烫嘴又烫心呐。比一比再买，想一想再吃，不仅饱肚子，还能长智慧，锻炼思考力。来来来来，接着，哎，二十套，别紧张，二十套，来接着，接着，来。哎哎哎哎，你他妈的！哎呀，叶帮啊，吃煎饼吧，哥们请客。思佳，你怎么干上了这一科？叶凡，快走，别影响我卖煎饼。嗯，真不嫌丢人？我不偷不抢不犯法，丢什么人？师傅，师傅，算了，我卖三份，你就攒这几个钱花了。不为赚钱，只为方便本厂职工。别跟我来这套，快把摊子给我收了。这一天赚多少钱找我要，我包了。你一天最少十块，一个月三百块，一年三千六百块，你包得起吗？走开，别找不自在。你煎饼果子，哎，热的烫嘴又烫心呐。摊吧，成心找倒霉。哎，买的伸手啊，别瞧热闹了。哎，谁买啊？好，你这钱粮正好啊。哎，厂部三令五申，摊贩不许影响交通，怎么就是不听呢？这是咱厂职工啊。哎，烫子又烫心，一套便宜两分钱。哎，嗯，哎，快点卖呀！倒回去，请西门进厂。那个戴口罩卖煎饼的人是谁呀、啊？刘思佳，开车有一手，在车队说话比队长还管用。为什么？说不清楚，好干些别人想不到的事。哦，刘思佳，哎，小伙子，把烟掐了吧。你看，哎，田头，嗯，他这蹬仨轮的，管上我这开四轮的了啊！何顺，你怎么没大没小？这咱们厂朱书记，啊，哎，朱书记，哎，他不认识你，田队长，哎。何顺把老朱同志当成蹬三轮的，这是对刚恢复工作的党委书记最好的表扬嘛。这说明他像老工人一样的朴实和平易近人。老朱同志，我的话对吧？天哪妈，你今天办的这个角儿可不够露脸啊。你平时和司机们称兄道弟，吃吃喝喝，由着大伙性子干。哎哎哎哎！今天在领导面前你装模作样，这有多恶心呢？朱头是正派老干部，不会吃你这一套的。
真是个难琢磨的人呐、啊。朱书记，去办公楼吗？哦，还是去一高路。师傅，小谢，您练车回来了啊？大婶不是有病吗？您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小徐的化油器坏了，我给他看看。哦，哎，孙师傅，我来试试，您在边上看着。你去换工作服吧。不要紧，我小心点。哦，来，看我这个。喂，喂。我是东门老顾啊，朱书记呀、啊，卖煎饼的早收摊了，打上班铃前五分钟他们进场的啊啊啊，通行了通行了通了。刘思佳这小子可聪明了，他才不会把把柄留给咱们党委书记呢。那倒是啊，人家可能干着呢，外号叫七机部长。哦，家里呀、啊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录音机，什么电器都会修理还会装呢。他有那么大本事？嗨，人家没进厂之前就是学这个的。他那是干什么像什么呀？就是有点怪呀、啊、咱厂头一个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就是他，可大伙都穿上了，他又改了。那些赶时髦的小青年啊，还专门跟他学呢。这就叫撑的。何顺那小子，三天打一架，派出所都没辙。可是，他就听刘思佳的。你说这邪门不？这叫嗑瓜子儿嗑出个臭出来，什么人都有。对对，影响是很大呀。哎，我说。党委继续考虑的是如何扭转亏损的问题，煎饼的事提不到日程上来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啊，啊，不不不，我是袁秘书。嗯、啊，请等一下。对，当然不能说犯法，可总也不能提倡吧？对，他不在。今天领导都分头到各高炉去了。嗯嗯，好，我找朱书记汇报。把运输队的领导找来。哎，那是叫队长来还是叫副队长来？队长田国夫不大管事，副队长谢静，哦，那就叫小谢来吧。哎，朱书记啊，我可听说小谢和刘思佳那伙司机关系不大正常。哦，怎么个不正常？听说他刚到车队的时候，嗯，刘思佳他们还整他，可现在他们倒挺好，嗯，也学着抽烟喝酒，穿着打扮，整天鼓捣学开车。哎，不要听信谣言嘛，你去一下，叫谢静到办公室等我。好，好的。谢静真的变了吗？不会的，党在他的心中胜于生命，
虽然他单纯的像个透明的物体，他是个有头脑有才干的人。有秘书提拔为宣传科的副科长是叫人信服的。四人帮打倒以后，他突然长大了10岁，调基层工作是他自己坚决要求的。也许我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到这样复杂的环境里，弄不好岂不把她毁了吗？这回呀，谁也难不住她了。孙师傅，哎，看见小谢没有啊？在车里呢。啊，小谢啊，哎，朱书记叫你马上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你去一趟吧。哎。小叶，今天我开了70迈。哎，又抽又抽，跟你讲过多少回了？再抽，嘴也黑了，牙也黄了啊！你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，跟谁闹别扭了？小叶，嗯，刘思佳卖煎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卖煎饼。什么时候？嗨，卖了一大早晨啦。赚来的钱全给何顺。你说他图个什么？谢副队长，队长，袁秘书又来电话催你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快点啊。哎，哎，回来再换，快去吧。嗯嗯，给。来了，来得早。你走。是啊，刘思佳为什么要去卖煎饼呢？不会是为了赚钱？可他到底图什么呢？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爱爱青蓝紫，生活就像万花筒，爱爱万花筒。没人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主意就在我心中，主意就在我心中。喂，思佳，你知道吗？谢静让朱书记找去了。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办法真不错，谁要急等着钱用啊，就帮助思佳卖手艺，咱们大家轮流着打下手。好，好办法呀。37.4，思佳，你给我朋友不要，我也不当小人。真不要？啊，不要。那好，如果党委追查下来，你得说卖煎饼钱全归了你，因为用你爸爸执照。至于我呢，是对摊煎饼感兴趣，出于哥们义气自愿帮忙。哎，思佳想的真周到啊。明说吧，孙大头老伴从农村来治病已经半年多了，确诊是癌，药费只能报一半，欠了一屁股账，家里有老有小，工会补助的钱又有限，咱哥们儿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不给那个乡下佬。我也是乡下佬，你的祖宗也刀耕火种过来的，你不愿意啊，钱归你，我再另找人把钱凑齐了，帮助孙大头渡过这关。思佳，留点神，现在副队长没回来，看来阵势不小啊。没关系，我就盼着和柱头谈话呢。何顺啊，你还是把钱给孙大头送去。我不去，爹娘老子我都没这么孝心过。你小子总欺负人家，现在他受憋，你把钱送去，这是做好人的美差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孙大头胆小谨慎，你别说这卖煎饼钱啊，就说大伙凑的。嗯嗯啊，嗯，以后卖的钱一半给你，一半给孙大头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老善，哎，画好心，别再画世家了，他够倒霉的了。思佳，现在不同以前了，
副队长对咱们队的事摸得可透了，什么事也别想瞒过他。嗯，这样吧，考勤本给我，出事我担着。那倒可以，不过你可小心点，他手里有一张八卦图。嗯，八卦图？哦，对，我见过，那在管理上是滴水不漏啊。哎，你可小心点，别让他逮着啊。嗯。本来我想考验他是不是来镀金的，哼，没想到他还真用上了。进来。啊，小谢，祝书记一会儿就回来。嗯，你先坐。好的。多么熟悉的环境啊，一切都没有变样，可为什么又感到这样陌生呢？也许是我人变了吧。一年前我离开这幢大楼的时候一无所长，心里是那样的空虚恍惚，为了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，我经历了多少苦恼和磨难。谢晋调去当副队长，你要支持他，请放心。哎，没错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好好，小谢，咱们走吧。好，田队长，我什么也不懂。哎，你年轻有为，脑瓜又好使，你到了车队准能改变面貌。可是我不会开车呀。我也不会开车，会开车的反而在车队待不住。那为什么呢？来了。哎，司机，来了。谁来了？哦，司机，好了好了。哦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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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师傅，这是党委给我们新派来的副队长，是我们厂最年轻的中层干部，任过党办秘书、宣传科副科长，大名鼎鼎啊！不用我介绍名字，大伙也都知道吧？这一笑全都有了啊！这说明大伙还是欢迎你的嘞。往后我们多服从谢副队长的领导，把我们运输队搞得好上加好啊！啊！您可真逗乐啊。田队长，您可真会说话。哎，给您个活儿。嗯，你说两句啊。嗯。各位师傅们，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。哎，他在上面挺美的，跑到下面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一定是在上面混不下去了呗。这套号的全靠打报告整人爬上来的。现在不吃香了，跑到下边来避避风。他能干什么呀？点个烟，倒个水还差不多啊。那是红人，别看人家什么都不会干。对，是头头们信得过的人呐。是吗？啊。这回祝书记的耳朵可挂到咱们车队来了，留点心，点你的名儿。嗨，管他呢。以前他在上面清闲自在，咱们在下边挨打累，现在他跑到下边来还管咱哥们儿。就是。这哪儿说理去你？得了吧你！杀人不过头点地吧，人家新来大道的，你欺负人家姑娘干啥？哈、哦，老劳模发言了啊！孙大头，您可真会溜须。副队长刚来，您这就拍上了。贺顺，你小子别找不自在。哎，孙师傅，哎，给你这个，你呀、啊，冲贺顺脑袋给他一脚。对对对对，这小子。打出去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别闹，别闹，说不了哪。开玩笑要有个分寸吧。嗯，对，副队长刚来让人看笑话。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来来来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别往心里去。
司机们心直口快，嘴脏心不脏，往后混熟了就好了。你先跟大伙聊聊，我去办点事儿啊。副队长，我的车后桥弯了，您看换不换？我那喇叭一摁就闹心，你有什么招啊？哎，有招，跟领导上一汇报就解决了啊。队长，我这油箱，哎，不，我这方向盘一推就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起哄了，别起哄了。哎，缺德鬼们，别光欺负老实人。别怕，对这帮捣蛋鬼就不能客气，会吗？火，这就来上了啊。到这儿来可跟你在大楼里当干部不一样，头一条就得学会文攻武卫，打架骂街全能来一套，那才行呢。行了，别这么甜不啰嗦的。小叶，你巴结副队长是不是想入党混个官当当？哎，我就是想巴结副队长，想入党，想混个官当。好狠狠地管我你这个狗屎小子！我说石庄模特，您这马屁拍马蹄儿上了吧？人家不会抽烟，有烟。哎，这儿来一根。你真打呀你、啊！我说，怎么样，自找吧。都拿去吧，去吧。演出来。哎，打人就一骂人，骑着一脚踹啊！对这帮没皮没脸的，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也来一根尝尝，没事儿，抽着玩呗。我不抽。干我们这行，不学会抽烟喝酒，那还行。你呀，可真是个单颜色的大姑娘。嗯，单颜色。啊。就是红色。你不是搞政治的吗？你们光会搞政工的人就跟你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单调别扭。走，先到更衣室歇会儿。草活一秋，人活一世，凡是人生应该享受的都应该尝一尝。谢副科长，您还没坐过卡车吧？您既然来当副队长，对运输就得调查研究，请上车吧，我带您熟悉一下工作。四家，你打的什么主意呀、啊、头一天见面就让大人兜风啊？你操心太多了吧。他就是刘四家。怎么不敢上车？您连卡车都不敢坐还来当副队长？是当领导的就得懂行，那还得有胆量。出车了，出车！哎、我的，这儿，赶快出车！哎呀，出车吧，出车吧，别在这闹哄了。没事儿，不会出车祸的。就是，放心吧，我的生命也不轻于鸿毛。嗯，怎么样？哎，我也跟你们去。哎，八字没一撇呢，您醋劲儿就这么大。我给你盯着啊！我不忙，我不忙。呸！臭德行，狗屎样啊！拜拜！我看你鼻子里也差两根儿。哎，领导，我大人，咱们出车了，出车了！快点出车了，别在这起哄了。这是何苦来的？像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大姑娘，办公室一坐，茶水喝着，电风扇一吹，有多少人想红了眼还捞不着呢？你可得好，专往下边跑。我说你瞧瞧我们玉树地哪儿了？你懂什么？啊？这就叫有头脑。政治之前搞政治，业务之前搞业务，这个世界就是为他们设计的。我要求下来错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？
为什么对四人帮的气要撒在我身上呢？哎，刮这么大的风拉白灰，他们的全羊场吗？没法子，我们呐是磨坊里的驴，听喝，头头让拉什么就得拉什么呀。你们领导没长眼睛啊？对喽，我们运输队的头头正闹红眼病呢。就是嘛，天上下刀子他也瞧不见呢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呐！哎，我说副队长，您别瞧热闹啊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您得下去指挥装车，风大，别让他们少装了啊，请吧。你是新来的司机啊？啊，何顺这小子真不地道，他坐在车里叫徒弟下来装车。你们运输队的头头真胡闹啊，刮这么大的风，路上的白灰不都刮跑了吗？装车。哎，师傅，那就别装了。哎呀，都装上了，卸下来吧，何必让他白白刮跑呢？嗯，你这小师傅像回事儿，你上车叫何顺取盘。卸下的白灰我找一件东西压上就行了啊。嗯，谢谢您啊。不用了。刘师傅，请你起翻斗把白灰卸下来。怎么不装了？风太大，装了也得白白刮跑。这是你副队长的指示？我这不是在跟两位师傅商量吗？空车回去，上面怪罪下来谁负责？当然是由我负责向领导讲了。谢吧。你算老几？刚来就把队长臭架子，不信走。副队长，你要真想在运输队待下去，就得学会开车。你看我行吗？行啊，认我做师傅啊，哼，准行。反正我得从头学起，你们都是我的师傅。要想学开车得有一套规矩，第一，先学会给师傅点烟，瞧见了吗？你先点个试试，我看你当徒弟够不够格。来呀，来，哎，规矩点。规矩。干我们这行没规矩的。大姑娘想学开车，不来点真格的还成了？你有你这样当师傅的吗？停车！不提我跳了啊！哎，你别。甭理他，气气他，走。叶师傅，你会开车跟谁学的？你可别叫我师傅，
叫小叶就行。我师父是孙大头。他名字就叫孙大头吗？不是，他呀总帮别人干活，有些懒人就抓他的大头。哦，你学开车也受师父的气？没有，孙师父的心眼可好呢。哎，就是和顺这帮坏小子提防着点。你学开车也得给师父点烟。点烟算什么？我给你点一个。嗯，今天和顺他们打赌，呵，瞧，都在这儿呢。来来来来，走，咱们一起凑凑热闹。你去吧，我想回去，这离家还远着呢。完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会回去。那你光吃菜呗，走吧。你看我这身土，还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呢。叫何志那么看看，罚他请客。走吧。不，我不去。你是不是怕丢了党员的身份？我可告诉你，在车队摆这个酸架子，可别怪我不捧你的场。人家一个姑娘可得荒郊野外，人家刚来招你惹你了？嗨，你懂什么呀，他一来咱哥们的舒服日子可就没了啊。田队长多好，说掉个螺丝都可以歇半天。哎呦喂，姑奶奶，你怎么把他拉这儿来了？明天党委书记就得知道咱们在这打赌。党员同志，敢不敢喝一杯二溜子的酒解解渴？
再来一杯。不，谢谢。这倒不必。哎，你送酒还没完了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先回去吃吧，我把车开回去。哎，你可真反复无常，刚才你还想灌醉他，现在又送他回去。你，哎，小心别走，我送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说风好不好？你学学副队长，遇到什么事儿都是恒温，哪像你这样忽冷忽热的。什么意思吗？我是看你喝酒喝多了，怕你开车出事儿。你呀，是诚心让人家看夕阳景啊？看吧，我才不怕呢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身的土，快洗洗脸吃饭吧，都热了两回了。怎么了？受委屈了吧？我早就说过，车队的工作不好干，决心干就得有股子劲儿，干不了就和领导说明白。你哭有什么用？没出息。这样吧，你不好说，明天我去找你们领导谈。嗯？不，我自己去。哎，你吃了饭洗洗再去。我不饿。就这么犟。啊，谢静同志，来来坐。朱书记在家吗？他开会去了。哦。你喝茶还是喝咖啡？别客气。我爸爸喜欢喝茶，我们总是不统一。有人说这是代沟。你好像有急事？有点事儿。小康啊，哎，快来看昙花。哎呀，你可真走运，看见昙花开可是个好兆头。你见过昙花吗？我不懂花。小康。啊、哦、有客人。伯母。妈妈，这就是谢静。啊、哦、走看昙花去。老祝常提到你，夸你有志气，能严格要求自己。啊、哦、不，来坐。往前面点坐。这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个昙花吧？对，这花真好看，就是开的时间太短，只能开三四个小时。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种花生长的环境并不利，它原产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带，那儿的气候又干又热，开花只能在晚上9点钟之后，而且一到深夜温度又太低，所以昙花能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争得短暂的一现，恰恰说明了它不仅是俏丽的，而且是坚强的。还是妈妈说的对，要干就要有股子劲儿，连这样脆弱的昙花都能在险恶的环境中争得短暂的一现，人能自甘沉沦吗？呵，真会表现的啊！是不是给女队长看的？嗯？哎，刘师傅。
请教您个问题，后桥在什么地方？还不错。要想指挥别人，得先能够指挥你自己。做人的尊严，当领导的资格，不能靠别人施舍，更不是党委所能任命的。在社会上混，除了耍手腕，还得有坚强的中枢神经。副队长，您的神经不脆弱吧？我的神经不用你担心，可也没耍什么手腕。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？这不叫刻薄，做人的力量就在说话里面。您是搞政治的，还不懂这个？跟你认识了才懂的。雪杏啊。好久没看见你了啊。是。怎么样，在家里边干得还行吧？啊，还好啊。我听说你也学会吸烟了。学会了。哦，那没瘾。是变了，为什么呢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无法琢磨。儿子是个谜，刘思佳是个谜，谢静也是个谜。朱书记找我来有事儿吧？哦，对，坐吧。刘思佳卖煎饼的事儿你知道了？听说了。拿国家工资的职工是不允许做小买卖的，影响很坏，要严肃处理。怎么处理？有新文件吗？问问保卫处嘛。刚才我去问过了，政府没有明确规定。我们处理了刘思佳，他不服怎么办？哎，那就做工作嘛。做不通呢？叫你这么说就没办法了。不，办法得党委出。咱厂今年究竟还有多少任务，有多少人没活干，工资够发几个月的，奖金还给不给，工人们许不许自谋生路，再发生刘思佳这种情况究竟怎么办。希望党委向群众交个底，光抓个刘思佳有什么用呢？按厂规定，职工旷工半年就该开除，可是三车间有个工人旷工一年去搞贩运，党委一不敢治罪，二不敢开除，您叫我们怎么处理刘思佳？再说工人们还说他办了件好事，比食堂的热乎还便宜。你还替他们说好话？这是实情啊。你应该明白你的身份。我明白，我是党员。小谢啊，可你起码还是个领导啊。我听说你每天都在练习开车。在车队当个不会开车的干部就像瞎子聋子。哦，您看，再过些日子我就要换成正式执照了。嗨，你不是司机，你是干部，干部嘛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你要是感到工作吃力啊，就把你调出来，科室还很需要人嘛。不不不。嗯，我不能半途而废。你应该知道，在下边做个不懂行的干部有多为难。记得我刚到车队不久。副队长，你收拾干净也没用，没人管理，不到半天就乱了。尽量保持吧。
何顺没来，我出车吧，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呢。嗯，他家在哪儿？不远，登记簿上有。喂，车队值班室吗？啊，我找田国福。他不在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值班上长，一车间急需报号点，你们赶快派出去了。好的。谁呀？我，谢静。何师傅，哎呀，这睡得正香呢，叫我干嘛呀？嗯，一车间停工待料了，您辛苦一趟，云藏报花检吧。哎呀，那不是有司机吗？干嘛偏叫我呀？哎，何师傅，老刘出车了，你也是值班司机呀。实在火烧眉毛了，救救急吧。救急？哼，谁救我的急啊？夜里出车可以给加班费，愿意串休也行。我啊，不要加班费，也不要串休。那我要个大姑娘，这就是条件。嗨，快跑吧，回去挨厂长骂吧。喂，汽车为什么还不来？你是谁？既然主不了事，指什么办？我跟你说，看谁负责，把田国福给我找来。你干嘛你？刚睡着，你又来折腾。何顺，今天是你值班，生产急等用车，我找你两趟，你不出车，我如实向厂里汇报。厂里任务完不成，交不了利润，发不了奖金，你负责。呵，你和猪八戒耍把式，倒打一耙呀！我不吃这套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是值班司机。你干嘛呢？我压根儿也没说不去。不过，我的条件。条件。我答应，明天就把你的条件到广播室好好宣传宣传。哎，你别吓唬我啊！我这人胆儿小。胆儿小你就能这样？胆儿大你还得了了？这样吧，把你的爹妈、兄弟姐妹全都叫起来，把你的条件跟他们说一下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打住吧，小姑奶奶。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我等你一起走。孙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寻思你不会开车，万一有什么事儿。孙师傅，两年来，我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，在熟悉他们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，了解人是真难，要人家了解自己，就更难了。过去我怕人家提问题，现在，就是有意为难我，心里也比以前有底，踏实多了。嗯。谢副队长回来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吃饭就这么吃。怎么？这啊啊！这小子，哎哎哎，回来了。人呢？去更衣室换衣服了。瞧吧，今天有好戏看。哎，今天这泥可够谢静捏的。你说管吧，思佳、和顺那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不管吧，怎么向领导上交代？够难的了。我看，弄不好就吵架。今天有热闹看。哎，老错，师傅。
刘思佳呢？瞧，一回来就找刘思佳。啊，刘思佳出车了。那你们几个为什么不出车呢？啊，我们这……田队长呢？小谢，老田叫我告诉你一声，他觉得心里又不得劲儿了，回去了。姜啊，还是老的辣，一看事儿不好就溜了。思佳的事儿你问问他。老善啊，按昨天的安排出车吧。那你不在，你何事？何事？哎呦！你那爹们的精神气哪去了？你他妈干嘛你？不是，你为什么不出车？他们都上货场拉原料，干嘛让我一人拉沙子？拉沙子也是任务，为什么不能派你去？我昨天你去货场拉货，在人家油库跟前抽烟，人家把你车号记下来报告交通大队了。你写份检讨吧，不然以后拉沙子、拉水泥、拉泡花碱的活你一个人包了。啊，这些又脏又费事的活让我一个人干？我不干。好啊，你把钥匙给我，我去拉。至于你算矿工还是算罢工，咱们回来再说，怎么样？现在厂里正愁人多活少呢，有人主动不要工资，这好办。哎说起大天来，您是当官的，我是玩轮子的，不听您的不成啊，我自认倒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拉完沙子回来写份检讨。啊，我成了破鼓烂人锤了，我的好处你们当官的怎么一点儿瞧不见？你打听打听，过去我和顺三天就打一架。哎，对，我还惹事呢，我都觉得我够入党条件了。你狗样吧，入什么党都没人要你。得，哪儿都有你。哼，思佳，你等着我。何顺，回来你。小叶，别理他。呸，德行。一会儿我再找他。你今天心里不舒服，我来开车吧。嗯，问过刘思佳了吗？他为什么卖煎饼？他心里没我。这是一张很有水平的科学管理图表，它最大的特点是奖惩严明，如果实行起来，不但对运输队，而且对全厂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。我同意大家的建议，应该奖励这位作者。又抓三家，没错。快点，谁没交票呢？赶快交啊！时间有点事情说一下。来吧。哎，是不是煎饼的事儿犯了？不知道。静一下啊。嗯，这两个月啊，奖金没发，队里的工作呢有点懒散。厂里要我告诉大家，我们厂虽然是调整单位，可是工资照发。哦。运输队不仅不下马，而且还要加班加活。厂里要我们承担一些外单位的运输任务。行，在这个时期嘛，多为厂里挑重头，因此运输队的管理不能放松。各项规章制度都要严格执行起来，从这个月起恢复奖金制度。哎，这厂长啊，静一下啊。具体措施呢，过去我们有一个，
前些日子我又捡到一张图，画的是我们运输队管理上的一些具体措施，画的挺有见解。我把它放大贴出来。对了对了，来看看，来，师傅们看看，提提意见。这是一张什么图啊？我想张八卦图。哎，是不是单调度图的那张？画还挺好。谢队长，这是谁画的？啊，具体是谁我也不太清楚。总工程师从技术改革措施费里拿出了50元钱，奖励作者。大伙帮我找找吧。何帅。有劲儿往这儿使，又体面又来钱。去去去，滚蛋！思佳，你瞧这图。哎，这不正是我画的那张图吗？他改的真妙啊，既严谨又具体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赞赏我的，还是寒碜我的？哎，开饭了啊，同志们，开饭了！好，来来来，开饭了！来了。哎呀，小叶的，你看你着什么急？来来来，你的。小叶，你的饭盒。知道这图谁画的吗？哎，傻姑娘，你应该最了解他呀。在这个运输队里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画出这张图呢？我说孙师傅，这钱呢，您就收下吧。啊，不不不，心意我领了。这钱我不能收，不能收。孙师傅。这钱可是挣到来的，早晨我跟刘思佳卖煎饼挣来的。卖煎饼啊，啊，啊！哎，你就别问这些了，要不思佳又该骂我不会办事了。来，哎，不不不，工会补助我了。孙师傅在吗？哦，小谢啊。啊，我来看看大婶儿。啊，你也在这儿。啊，队长。谢队长，好点了吗，大婶儿？谢谢你了，让你操心了。别这么说。您缺的那两味药我已经买到了，没耽误吧？没耽误，让你费心了。哎，你走啊。哎，何顺。好。我跟你说，抽烟那个事儿你还得认真点，别马马虎虎的。队长，我够认真的了。给啊。保证不在油库抽烟了。何事？哎，真是。小谢。啊。你是不是有点闲乎的？这小子活儿倒不错，就是毛病多点。现在对有些小青年就得多操点心呢。嗯。胖子。哎。小伟。你们几个拉沙子。好。哎，七哥啊，你也去啊。哎，你住在一。嗯。哎，小叶。嗯。今天你还拉油啊。哎。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不能再开快车了。对对对。你怎么总不记着呢？以后注意啊。是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老善。啊。今天叫何婶拉油吧。行。你交给他吧。何顺。哎，今天你也拉油吧，我跟你的车。队长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不在油库抽烟了。你的检讨我已经交上去了，以后注意。哎，好嘞。副队长。您今天帮这个，明天帮那个，就不能帮帮我？你是信得过的应手啊。是看着烦的对头吧？好吧，今天就跟你这个10万公里无事故的司机学习。谢副队长，交通队通知你明天去路考啊。你跟我一块儿去。行。
副队长，你的小红本一到手，我们和成天手里小菜了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永远是你们手里的小菜呢？你什么时候去领奖啊？什么奖？画八卦图的奖啊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你搞错了，不是我画的。啊、哦？我看到图上的笔迹像是你画的，顺便都把奖金领回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把钱给孙大头吧，可能是他画的。要是他画的，他会当面交给我的，他是我师父。你是想用这种办法救济他，是吧？他不会接受的。昨天中午和顺送钱说走了嘴，孙师傅都没要，和顺没告诉你。这个混蛋！你呀、啊，似乎把个人的力量、哥们儿的义气看得过分强大了，把组织的力量、集体的力量看得太软弱了。厂里虽然目前很困难，可毕竟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，你能救济困难户，厂党委、运输队党支部就能见死不救。你也不用叫单调的在考勤本上作弊。孙师傅老伴住院的费用，工会研究了，作为特殊情况按月补助。朱书记不找你了吗？啊？怎么不问我卖煎饼的事儿？哦，我不想问。为什么？你这种侠肝义胆的壮举，我都想写篇稿子，叫广播室好好替你吹吹。哼，你心里明白，我最讨厌这一套。我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你还是能够驾驭自己个性的。那您的个性是什么？我和那些把人推向消极、庸俗、自私的势力抗争，做个有价值的人，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。哼，抗争固然伟大，可人是一切恶的中心，也是善的冤首，是可怕又可怜的东西。人对于社会动乱，对于人生命运之谜，永远是束手无策的。这倒像是你的真实思想，可惜不正确。你是抗争过，上高中的时候赶上停课闹革命了，学了几年电工，偏偏又分来当司机。想自修考大学，年龄又过了，可是你都知道。我来车队以后，你处处出难题，想挤走我，我能不观察你？别看你跟何顺、叶芳他们吃吃喝喝、打打闹闹，其实你心里是孤独的，不过是找点刺激罢了。你卖煎饼，可能有帮助别人的想法，但不全是。你主要是对厂里的事情看不惯，心里有气，就在法律管不着的范围内制造事端。给领导出难题，你以为这样你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安慰和满足吗？你错了，你每寻找一次这样的刺激，你自己心里的痛苦就增加一分。因为你是个人，你有头脑，有感情，你还不想毁灭掉你自己。别说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休息一会儿，我来开好吗？
我这是怎么了？所有的防线都崩溃。平常我的朋友们服从我，恭维我，但不理解我，包括叶芳，她爱我，也不理解我。可是奇怪，这个不起眼的谢静，她却理解了我，仿佛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我真想对她哭，对她笑，对她说出我心里全部痛苦。可是，她会对我好吗？我和你一样，也经历了痛苦的思想裂变，然后我才领悟了一点人生的真谛，重建了人生的信念，想走一条新路。你的路是越走越宽，可我一场噩梦醒来，一切都无能为力了。时代给予我们的厄运是多了些，可是昙花本是草木，还能在险恶的环境中争得短暂的一线，何况人呢？在命运面前不能怯懦。可我的悲剧就在于本身是个平庸的家伙，而又不甘心于平庸。你在说反话，你一点儿也不平庸，你是第五钢铁厂的风云人物啊。我是有一出难题，想使那些有心的领导动动脑子。我们不是穷，是笨，是懒，干不成群，丁事儿留几个。哼，我要是当厂长，不出三年准叫他变样。是啊，在运输队你就是个不是队长的队长。哼，确实在能力上，在精通业务上都比我强，可是你不要让自己的个性影响了判断力，气大伤身啊。感情偏激就会影响理智，目前就有一种时髦的性格，自命不凡，嘲笑一切人，甚至对他们不太了解的事情也要挖苦讽刺，其实他们这是在用玩世不恭掩饰自己的智短才疏和浅薄空虚，是很可怜的呀。我喜欢惹是生非，跟和顺差不多，但我不需要可怜。你理解偏了。
稳住，一针就爆炸，出大门就好了，往右打。多亏这个大水塘。小谢呢？他在哪儿？活着，同志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个单位？快走开！走开！哎，这个人怎么了？他神经。这些人干点实际的多好，应付他们比救火还麻烦。你怎么问他哪个单位的呢？是啊，穿什么衣服，长什么样，你没记住？见了面能不能认识？好，找找去。再仔细想想，好好回忆一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。
没脸见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啊！当时一咬牙，不也冲上去了吗？哎，开门洗脚，赶紧拿刀子吧。滚！不加了，还加了一半啊！我有急事，不加了。何事儿？同志，到屋里歇一会儿吧。啊，到屋吧，走吧，到屋睡吧。到屋喝口水。走走。同志啊，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啊？你跟我来说一说吧，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哪儿来这么些人呢？救火的时候都到哪儿去了？还是刘思佳聪明啊，果断的脱身了。小心，伤着没有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哎，同志，先别走啊，我们领导一会儿来接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救火的不是我，是第五钢铁厂的刘思佳。哦，刘思佳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到哪去找他？我们得感谢他呀。他不会接受你们感谢的。他最讨厌对他表扬了，弄不好，他还会控告你们。不用，副队长，你还帮我找上哪儿去找他呀？怎么样，救火勇士？是。当英雄滋味挺好受吧？啊？你也来拉油？这话多新鲜。定额不完成行吗？您是救火英雄，当然可以不干活了。小叶来接你，就不用搭我车了。哈哈，哎啊，他好像是救火的那个司机，不像。哼，看他那身打扮吧，像他这道号的还能救火？师傅，满了。好嘞。小心，疼得厉害吗？前面就是医院，先去看看吧。不用，先回去吧，还是看看好。就到了，啊。啊，啊，我知道。田队长啊，田大妈，您今儿个来的这么早啊？啊，袁秘书通知我说是今天早晨油库的领导要来，让我去陪一陪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发奖金？哎，不，哎，田大妈，这回您这儿该得劲儿了吧？得劲。啊，朱书记，都来了。刘思佳来了没有啊？刘思佳，大概也许，可能出车了吧？啊，哦，坐坐啊，谢谢。谢静的伤势怎么样啊？啊，我问过了，小谢的伤不重，今天就能出院。嗯，这是油库送来的表扬信啊。是啊，谢静对他们的认识是对的，这帮小青年。虽然不像期望的那么好，可也不像反应的那么坏。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都有一些闪光的东西。作为领导，要理解他们的心灵才对呀。我一定要找刘思佳好好谈一谈。你的手术院行吗？我也不是您捏的，没问题。谢静同志，刚才有人来打听你的病情，还送了一些东西。哦，谁呀？他怎么不进来呀？他说他有事刚走。哎，我去看看。啊，
谁呀、啊？没看清楚，啊？咱们走吧，我去打电话要个车吧。不用，外边空气这么好，离咱厂又近，咱们走着回去吧。走吧。小溪，啊，啊，你凭良心说，我待你不错吧？这还用说？你怎么了？小叶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平时你挺爽快的嘛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喜欢刘思佳吗？你是发神经病了，还是爱得太深了？没有人抢你的刘思佳呀。我有朋友了，真的。小心。先别说我的朋友了，谈谈你的刘思佳吧。小叶，你很爱他是吗？嗯。他爱你吗？没有多大把握，是吧？依你看呢？他以前爱过你，将来会更爱你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有的地方叫他爱，有的地方叫他不那么爱。对，他有的时候对我好，可有的时候对我又挺冷。哎，你说我什么地方不叫他爱呀？还记得以前你说过我的话吗？你说我是个单颜色的人，这话很对。单色是不好，可什么是一个人的全颜色呢？抽烟喝酒，打架骂街，下馆子吗？不，我觉得这正是单调无聊的表现。我想人的全颜色应该是德才学识、琴棋书画等等很多方面，对吗？嗯，你看刘思佳只有在苦闷的时候才会跟何顺他们去瞎胡闹，在这个时候你给他力量，你理解他，他能不爱你？每到这个时候你就灌他酒喝，借着酒劲儿也许做出相亲相爱的举动，可酒劲儿一过他会感到更厌烦的。哎呀，你说的简直比算卦还灵。我可怎么能整治得了他呢？哎，我可不是叫你诚心跟他作对啊，成天打架那叫什么爱人呢？小叶，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学得最少，懂得最少，生活又是这样复杂，对咱们来说就更难了。可是谁能驾驭他，谁就能够体会到真正的人生快乐和意义。我们应该学会生活，对吗？学会生活。大家来瞧瞧啊，给咱们队的表扬信。哎，咱们念一念。哎，哪来的表扬信？何必这么大张旗鼓？昨天要把我当成坏典型抓，今天成英雄。好吧，
哎，何事儿？啊，准备一下。下班后再卖会煎饼，告诉老善，有人找咱们，让他到自由市场。还卖啊？给，这是卖煎饼钱。孙大头不要，那就归你吧。我不要。思佳，以后咱别卖了。你怎么了？我。我肚子疼。哎，等等，请进。思佳，下班后咱们一块走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小叶，嗯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你叫我干的事儿，我什么时候驳过面？嗯，说吧。下班后帮我卖会煎饼。嗯，不，不行，我不跟你去卖，我也不让你再去卖了。这么说，是不愿意帮忙了？哎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肯干。可买煎饼不是为你好，是毁了你。思佳，我们应该学会生活。嗯。你不要拿着这种眼光看着我，我从来不跟你顶嘴，往后也不想跟你顶。可我下决心，要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来想事。我们应该思考一下，过另一种生活。思佳，今天是好日子，对你对我都是好日子。好日子。终于让大家看清了你的为人，连祝书记都，我真替你高兴，为你骄傲。那你的好日子是？我，小雪亲口告诉我，她有男朋友了，她真心的希望我们两个。叶芳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我不能不对你说实话。谢静即使没有男朋友，他不会爱我，我也不会找他，因为我不配。何氏是表面坏，我是心里坏。像我这样的人，不能爱，也不配得到爱。你将来跟着我，不会幸福的。不，不是的，不会。关于昨天油库的情况，我写了个报告。哦，嗯，你看有什么补充没有？小谢，嗯，思佳说他下班后还要去买煎饼。哦，我看他是怕大吵大嚷的表扬，要到自由市场上躲清静去吧。你说对了，其实我卖煎饼是为了逼那些不是坏人，可也不是好领导的干部动动脑子想想问题。头头们脑袋太死，上个月刚定375块钱一吨咱厂不卖，这个月350块钱一吨不卖不行了吧？对，当领导的就得学会抓行情，
就得了解市场，就得懂经济管理，你说是吧？好啊，通过运输了解全场的经营销售情况，看出弊病，这个想法不错，怎么不向厂里提出来呢？我就是我，我有我自己提意见方式，虽说不高明吧。你的方式就是煎饼果子烫嘴又烫心。好了，售价大会结束以后，朱书记要找你谈谈。大会我不想参加，不过谈话倒是盼望已久的。注意了，去油库参加售价大会的同志，请马上到厂部大楼门前来。运输队的同志全体参加。去吧，应该去。换衣服来不及了，就穿衬衣去吧。墨镜不准戴了，行。小溪，咱们走吧。你先走吧。哎，哎，你快点啊！何事？你怎么不开会去啊？去吧，大伙儿等着你呢。队长，我去吧。哎，世上风里青兰子，妹妹青兰子，生活好比那万花筒，妹妹万花筒，为人应该怎么办？青兰子，哎，生活好比那万花筒，哎。